由香港 Retro Future Lab 开发的呆机大暴走，你的小鸡有多高？要来挑战你的集中力和手指速度。玩家要让小鸡不停地往上爬，只要点击画面的左侧和右侧，就可以往左边或右边跳。除了要快很准地爬阶梯之外，还会有各种障碍物出现，必须要小心闪避。遇到石头最好快速的击破才能够争取时间，最后也别忘了帮小鸡升级才能够更容易突破高分哦。快来挑战看看你能够玩到几分吧。